前晚男神李敏豪就公开咗同 Miss A 成员秀智拍拖之后咧，就令到好多少女伤心啦。你系咪其中一个？我梗系唔会啦，我系清醒理智嘅 fans 嚟噶嘛。唔好扮嘢喎！之前你睇《花样男子》嘅时候咧，日日讲足九百几次咧，话我好靓仔啊，好型仔，烦到我咧。咁佢道明寺嗰时真系好型啊嘛，同埋佢眼神真系杀死我，只脚又长。够啦够啦，我知道有咩方法令你收声，就系话俾你听咧，而家逢星期一至日有得重温翻呢套剧啊！真系噶。李敏浩凭《花样男子》道明寺一角成为广告界的红人。世上边可能有女人会对佢俊拍冇兴趣先得嘅？你简直衰到冇人有。我高大靓仔，有型有脑，屋企又有钱，你有咩可能会唔中意我噶？5月31日起，逢星期一至日，亚洲星剧场《李敏浩花样男子》喺 TVB 煲剧台有得睇啦。